主打曲。走在台北这一场大雨里。好。那哎，其实像你刚开始学钢琴，这是谁？你的歌啊？没有，这以前是陆军官校的校歌，开玩笑的。他第二专辑。第二个专辑，那你就说还有第一个专辑了。有啊，我记得了，你以前跟 Amy 同一个公司。哎，对。哦，后来原来被你唱倒。那是唱，一直没有抓到那个感觉，他就说。因为你是恨他。也不是恨他啦，我比较恨他马二哥。开玩笑，因为他是哎小刚，我给你听你唱的，我说好啊。他们也没跟我讲，他就把所有音乐收掉，只放我的 vocal 出来，我就一个人站里面讲。听，我就蹲在地上，真的，我大概不敢出来。他就要仔细确认他到底音准不准啊。然后我就出来，我就跟老板讲，算了吧，你不要出唱片好不好？啊，很高吗？怎么了？我发生什么事？没有，就是这个就是很稳唱，不要抖。哦，戏曲会这样子。对，用你的肚子。走音了吧？你为什么要讲出来？好。怎么样？看起来好痛苦。这是舞蹈系的嘛？好。只要跨系。我们再试试看，可不可以挑战极限？老师，你对我的要求降到最低，好不好？好，最低。那我们跳音好。好。每一个音要断开。跟你拼了！来。你被鬼吓到？有吗？有这样吗？有啊，你身体可以给我动啊！想想想，我没有太多时间，来换你。为什么他会变这样啊？为什么？这样就对了，还好吗？他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方，你会了嘛？你跳音会了嘛？对不对？可是，好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是这样唱吗？你刚刚是来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低一点啊。上去是连的，下来是跳的，这样高级版。没有，我们那时候当年，因为我们出了唱片原因，我们只需要学到这个。不行，要难一个，难一点。刚刚这个很难了，谁会啊？次难的，次要的。难怪唱片被你唱倒。我就离开你，和你分别。喝醉吧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聚。当我需要想你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哎，没了，还要啊。唱得很好啊，有不好吗？唱得很好啊，对啊，唱得非常好。